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城市巡游第三集149-152，帕草张华居尔城往事火一般辉煌法里斯之旅元神成就全收集，1.0-4.8共1240个已完结，包含天地问象隐藏成就、每日任务、世界 BOSS 及其他。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虚拟的城市闲游，有四个成就，我们需要准备一个主角，然后再准备一个跑得快的角色。之后我们来打开地图，来到虚拟城右下角这TP点，到了TP点之后，我们从西方向，我们去这个智慧钟。说实话，我想把教练院也点了，看了 3.2 的 P 位之后，然后我们进入智慧中，进来以后我们再朝前走，来到这之后，我们从左手边这里下去，然后撞向我们的背后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本书。好，之后我们再把视角撞到我们的南方向，从这走过来是我们的下一本书，然后我们再把视线撞到我们的东北方向，真是急性子啊你。拿到这本书之后，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南方向，从这走到内侧的图书馆，这本书是没有用的，不过我们还是把它拿了吧。然后我们再朝前走，来到这唱向我们的右手边，来拿这本书。好，拿好之后我们撞向西南方向，从这区域外侧的图书馆走上这之后，我们唱向右手边，来这就是我们的下一本书。好的，拿好这本书之后，我们再转向东北方向，从这走过来，在这些桌子旁是我们的下一本书。拿好之后绕桌子走，这还有一本，然后再走到这些书架前，这还有两本书。拿上这两本书之后，我们打开地图，随便找到一个齐天神像处，我们用主角和草元素动名一下，来我们撞向背后，然后换出主角，然后我们和齐天神像动名一下，就能拿到这些成就了。